多一点。这一种的就是你不会吃饭，我没发到真的很厉害，现在能多一股啊。哎，还没满一年呢、啊、我说我们新人啊，这一类新人还没有满一年还算新人啊。其实对啊，我们难道我自己一个人哦？新婚第一张，对，新婚以后的第一张，对，新婚的第一张，这是 number one。那这一次呢，很开心，也希望所有的歌迷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好朋友，那都能支持我这张棒棒棒新专辑。新专辑，而且里面的 MV 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跟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致敬。哦，因为对，因为我老公他最喜欢的偶像就是。Michael Jackson， 我是因为其实有一小段的是跳 Michael Jackson， 大概很认真，然后把好多年前那种回忆都再拉回来。那我要非常谢谢我老婆，因为她也是我的教唱老师，真的真的，千万不要讲。不过她不太乖，不怎么听话，所以没礼貌，很难教。不是，我这里面有一首歌是叫《大女人》，大老婆啦，小男人啦，大老婆小男人。是很多人问是不是写我？你这样子讲，我怎么我没有？不要先启动我的专辑。好，专辑棒棒棒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2016我们最新的从跑跑跑到啦啦啦，现在是棒棒棒。谢谢。